嘿，八点晚上好，我是炸鸡皮，欢迎收看我们的《吴网路世界 2.0 了。那这次要跟 IG 啊、TikTok 啊，整个 social media 拜拜。除了 YouTube 和 Facebook 以外啊，我还是要继续拍影片。我这一次呢，我那些东西 social media 我交给我的 assistant 了，我 assistant 在后面啊，就是罗奇。哎，罗奇，打招呼。哦、，Hello。那这一次啊，我是不知道你们要 comment 啊，就要交给他帮我 comment 那些传话了。要不要我帮你找Cindy跟你告白啊？罗奇，你在乱讲话，我就拿这个榴莲爆你啊！我可是榴莲，榴莲棒啊！来呀来呀，我不怕，等一下我就找Cindy啊，还是其他 IG 美女啊，赶紧跟你告白！你要试试看吗？哎，不过以前是做魔鬼，不过我现在啊，在弄着这星期五的影片。不过我有东西做，那就是啊，这个不是广告啊，也不是业配。如果业配，那就好。所以我要挑战，一个礼拜内我就要看完这本书。如果没有达成，不用紧，我做一个惩罚，那惩罚就是。第一清啊，山顶黑毒蛇，现在没有什么意义啦，但是我可能看我很丑啦。好了，黄金可是时间，我抓紧时间吧，来吧。第二天了，现在是二号，其实本来是七号啊，但是先五天了，因为五号我是要泡游戏王嘛，我六号也是要泡网络世界，现在我都到第七耶，哎，第八页，一面读书一面剪片啊！我觉得这本是做稿自己的影片，我看我一定读不完了。我要准备挑山顶黑毒蛇了。第十页啊，我看我是准备惩罚了。啊，十三页啊，我读不完了。不用紧，接受大惩罚。
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大饼的舞啦。哎，五天之内啊，真的很难看完啊。哎，我最近很忙喽。好了，影片到位了。如果你超越终极无敌喜欢我影片了，请这样按 like share 给我看。如果你是新的这样说的，既然是小朋友，已经下方给我谢谢，放心，这个我跟方叔没有了。如果真的是过奖啊，我就陪他一起看我输就可以了。没有，开玩笑的。好了，等我们继续吧 ，Ciao。And I can see the light of day. But I